3月4日下午，中国注意到了朱立伦主席在香港的谈话，我也已经发表了我们的回应。我们欢迎朱立伦主席在方便的时候来大陆参访，在大陆经营企业以及呢在学习生活中，那么国共两党交往形成的积极有益的做法应该继续保持。我们愿意国民党方面共同努力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稳步向前。与举办第10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